月天将在年底举办诺亚方舟十周年进化复刻限定版演唱会，地点选在乐天桃园棒球场，一共举办八场巡演，预计有200,000粉丝陆续登船，门票一如既往的难抢，令买不到票的粉丝们相当难过。不过向来宠粉的五月天日前宣布，仍会有线上直播版本的诺亚方舟十周年特别版跨年演唱会，将于31日晚间10:45准时登场，与歌迷们一起迎接2023年的到来。主唱阿信在社群平台转发贴文写道：“一样的相聚，一样的倒数，一样的疯狂，一样的垃圾话，一样的五个人与一样的你。”透露五月天不会让大家孤单跨年。消息曝光后，留言区瞬间就沸腾了。无法出席线下演唱会的粉丝们纷纷涌入留言，大赞五月天真的好佛心，每年都准备这么棒的福利，真的太幸福了呢。